来看你喽，胖春儿，胖春儿，起来不？起来不？啊？起来不？最近怎么样，胖春儿？有没有好好吃饭？啊？有没有好好吃饭？今天又给胖春带两个鸡蛋，每次来之后都得带点好吃的过来。你看你眼睛瞪那么大干啥啊，胖春？眼睛瞪这么大干啥呢？看着还是有点黄鼻涕啊。那其他症状基本上都看不出来。干啥拆家是吧你啊，胖春？开始拆家了，这舒服了。嗯，这些都是胖春拆的，威力还挺大的啊，胖春，看不出来呢，这劲儿都这么大呀。你看胖春一站起来，看着还是挺精神的。看这面玻璃，应该都让他舔的。这药是什么作用呢？是啊，嗯，一个是补血甘宁，一个是止咳。嗯，还有点咳嗽。嗯，考虑把5天给他出院也行。他那个肚子下边还得做手术，不是吗？你说下边那个啊？对啊，上面那个反正消炎消了不少了，反正后天请医生呗。对，他上次说那个下边是必须得做的那个手术。嗯，他现在是。已经长上了是吧？对，消炎完了之后，你看他这个情况还可以。嗯。行，那后天来，来商量商量。现在就咳嗽了，还能吃能喝了。啊、对，行。胖春儿，起来了，胖春儿啊，起来了，起来活动活动，看拆家不？胖春长得真好看啊，胖春儿啊。胖春，你眼睛怎么这么大啊？最好看。甜甜啊，是吧？甜甜，有劲儿了是吧？现在都开始拆家了啊？你不能以后有劲儿了回小院拆家吧？胖春儿，胖春儿，过来！想我了吗，胖春儿？啊？想我们了吗？放心吧，哥哥不是不要你了，是回去挣钱去了。你现在这个一直在医院这儿，现在已经有10000多了，但是也很幸运啊。现在也在慢慢恢复了，是不是？你真棒，胖春，真棒。咱也不能拖欠医院这边的费用，知道吧？能去喝水吗？听说你最近开始拆家了，是不是啊？最近开始拆家了，等下次来的时候再给你带点磨牙棒，给你带大骨头，给你磨牙，行吧？现在真有劲儿。等会儿哈，然后就是给你弄点吃的再，弄点吃的。只要一见到我就能有好吃的，知道吧，胖春？不知道胖春现在这个饭量有没有减少？先给弄两盆，不够再给加。哎，等会儿，先给你把头套摘了，行吗？先给你把头套摘了，别激动哈，先给你把头套摘了。行，你看这样吃的应该也会挺香的。要多吃知道吧，一定要多吃，多吃好的才快。这挑啥呢，还是干啥呢？这饲料小盆太轻了，跟着跑呢。来，吃吧，吃干净，吃干净，还有一
还有一盆呢，吃干净，吃干净，挑食了的。啊，你们挑食了？哎，这第三盆了。喝点水吧，来喝点水。今天有找医生问了一下胖春的情况，因为最近也没有再去给他做血常规之类的检查，具体的数值呢还不是很确定，不过他的精神状态啊这些都有所好转了，也刚才也是自己又起来活动了一大阵儿，看着精神头是挺不错的，但是还是会有那个有点黄筒鼻涕，然后呢还有点咳嗽，其他方面都挺好的，吃饭饮食呀休息睡眠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然后胖春肚子下面那个洞呢，这段时间一直抹药，已经快长好了，但是他那个里面还是得再去做手术去把那个瘤给割掉的。然后他其他的贫血那些情况吧，等明天做完检查之后再看一看具体的问题。看胖春的状态啊，应该是恢复的很多了，数值当时是从11点多，然后输完胖胖的血，输完两次之后到了15点多，然后又到这又隔了3-4天左右，又给做了一次血常规，就已经到19点多了。到现在的话，保守估计应该得有个25左右吧。看现在他眼睛睁的也比之前大了，是不是？等出去之后要给你来个洗剪吹，知道吧？给你弄得漂漂亮亮的。咱在医院里面再坚持几天哈。闻闻这谁的毛啊，胖春？闻闻这都是谁的？你现在都知道在这搞破坏了，我也给你身上搞点破坏，把你毛拔了。这边全部都是被他啃的哈。罪魁祸首，还有这个板凳也是，这两边都被啃坏了。你之前趴着的时候差不多也一直都是躺着的，你像这种咳的，医生也是说现在还是有咳嗽的，体内应该还是有炎症，然后所以会像有刚才那种咳嗽的情况，然后现在也给吃着药呢，来给喝那个糖浆，现在有点抗拒了，都不是很想喝那个糖浆，等下次给你用饭一块去喂，行吧，给你用好吃的去喂。